啊，我给你撒上一网，你看一下这个网打开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啊？就是刚刚咱们聊的这一条，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就是用的那一条网。然后剪网，你看啊，我仔细一点。啊，你看看啊，这个网开面怎么样？钓好多4米5啊，八边咖啡色的啊。我这呢场地它是铺上地毯的，不要紧啊。来，看看撒开效果怎么样？你看这个网撒开之后怎么样？而且这个顶啊都开得很平，看到没有？绝对不虚顶啊，放心用，放心买。看看。